成功地把这一只小昆虫从茶杯的底层救出来。它本来被茶杯底层的那个水困住，然后我把它加入一点干净的自来水，让它浮上来台面，然后再用这个冰棒棍去把它救出来。生命是蛮可贵的，机缘巧合，想说就出手相救吧。好，准备把它放到外面去。我是汤伟进。生命真的是蛮奇妙的。好，拜拜。